事事顺心顺意，好不好？都是祝福我的，都是家长是吧？结婚生子，我的妈呀，有生之年。我祝所有人都能便利商河，觉得人间值得。我什么都想，我也没有什么。祝所有人都能便利商河，觉得人间值得。OK， 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！祝大家新年考试顺利，然后身体健康，谢谢。有生之年，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能够顺心顺意、平安喜乐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我也想听听看，飞年兄弟，你们一起给大家送一个祝福好吗？来，2019送上的祝福，一博，过来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然后做自己开心的事情，2019继续开心下去，各位都能够活成一个活力四射、朝气蓬勃、五彩缤纷的小糖，希望各位都能开心啊！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。然后马上过12点了，就是1月1号，记得晚上收看《天天向上》，请原谅。1月1号有《天天向上》非常的陪伴，也是我的祝福呢。愚公愚私各有一个，愚公呢当然是希望2019年湖南卫视的收视率能够越来越好，湖南卫视的每一个工作人员，包括我们台上的、台下的所有的人都能还像家人一样温暖的生活在一起。因为我和老何在湖南卫视已经服务了20多年，这个舞台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已经是家一样，希望家里的每个人都幸福安康。于私呢，当然是要祝愿我自己的家人，祝愿我已经80岁的老父亲和70多岁的老母亲，我和乐姐的双方父母都能够身体健康，然后祝愿我的孩子小木木能够健康的快乐，祝愿我的家人和所有我认识的朋友都能够平安幸福。那大家好，我们是快乐家族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所有的朋友们，我们已经看到2019年已经朝我们走来了，我们一起来倒数好不好？来，短信输入的输入方可获得终极大奖。
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发送 A 或者 B 到10669588 20